Oh.姑娘说是打宁波过来的哈，嚯，不容易，山高路远的，谢谢吧，回去问乡亲们好。嗯，这边又献花了，我不止一次的说过，来就来，千万别花钱。哦，这也搁不了几天是吧？嗨，什么话您这？你就不如把钱给我们。就是奔这个。玩笑说玩笑，各位都来了，已经很支持很捧了，您再花钱。我都不落忍了哦。那、刚才是高峰和栾云平。哎，高峰是我师弟，嗯，栾云平是我徒弟。哎，这小爷儿俩。哎，高峰就爱拿我们俩开玩笑。是，跟我开玩笑是因为我们俩离着近，离着近。他的恩师是范振玉先生。哎，我是范先生的干儿子。哦，这么个近，离着近。嗯，跟谦儿哥好的是因为他们是邻居。哎，我们住的近，前后院的街坊。嗯，因为这行就是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好开玩笑呢，台上老得说说谁的事儿，就说自己人的事儿。对，你说别人的事儿，人家不爱听。嗯，其实他们哥俩天天在一块儿，净研究这个。哦，有时俩人净琢磨，咱们再编一个郭德纲怎么怎么着。嗯，见天儿去。嗨，他们有功夫啊。嗯，尤其说今天晚上没演出。嗯，吃完了晚饭，两个人打屋里出来。吃完了晚饭。拖暗粪上过桥了就是不一样，非得吃粪的是怎么吃完了晚饭饭、哎、吃完晚饭哥俩净出去遛弯去、嗯、他那小区也大、嗯、走着走着于老师一抬脚，嚯，这是也不知谁遛狗没有公德心，这个狗吃五谷杂粮没有不拉屎的，你知道吗？谁都这样、嗯、啊，有一摊小狗拉的屎，嗨啊，高老师跟于老师站住，馋了是怎么着？这是要干嘛呀？说话之前咳嗽一下，这是咳嗽。嗯，这个比高可坏，我岁数在这儿了吗？岁数大就坏，人老奸马老滑嘛。嗯，高峰，这个你吃了，我给你10万块钱。我们都爱打这赌，嗯，知道吗？高峰乐了。嗯。身上把筷子就掏出来了，下午就盯上了。姓于的，别来这套！这是把筷子撅了，不要，又摸出一把勺来。哎，早知道是稀的。于老师，请。哎，别，就别客气了，就老高跟这儿。吃差不多了、哦、掏出一馒头来，这是掰一半，拿这半擦，不糟践东西。哎、嗯，老千儿、嗯、拿10万块钱来赌吗？谁出来遛弯带10万块钱呢？就是回家给你。哎，好吧。嗯，俩人往前走。嗯，到前面又发现了一摊，哪儿那么多呀？好大好大，哦！谦儿抬头看看，亚拉索没那么高，我这看见喜马拉雅山了，我这，哇，好大哎！口气都变了啊！高峰乐了，嗯，姓于的，嗯，你吃了，我给你10万，你这又翻回来了。谦儿一摆手，这，真是。跟我来这套。嗯，你不会借给我那把勺的。嗯，嗨，我是为这个。高峰被勺掏出来了，这有什么？给你。嗯，谦儿跟这儿吃、嗯、啊，吃差不多了。嗯，高峰把那半拉馒头又递给他了，损吧，吃饱了。嗯，高峰，嗯，给10万块钱，给师哥，你没带10万，我能带10万吗？都没带，谁也没带。嗯、哦，于谦儿想了想。那得了，嗯，你也别给我，我也别给你，咱扯平了，请。你缺德不缺德呀？我们俩出来就为吃狗屎来的，是怎么？吃完就没事儿了，可是？那还能有什么事儿？等明天遛狗的来再说吧。没听说，等下顿的是怎么着？听好啊，这个事儿有人说这是真的吗？列位。啊，
怎么可能是真的？啊，你看有人说是谁呀？这是遛狗的那个。好，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嗯，因为不可能出来说身上带个馒头，这个不可能。带着勺也不成。这个行业多开心呢！相声就是这样，嗯，好多故事是来源于民间，是经过我们的提炼和加工，放在舞台相声带给您欢乐。嗯，如果您能从节目当中悟到些什么，嗯，那是我们特别开心的。但是和硬性的强硬的教育您也是两回事儿。哦，而且演员是艺人，不是愤青。嗯，好多人都说你不爱听你们说相声啊，嗯，你们现在台上也不骂人了，也不骂社会啊，嚯，你看人谁谁骂的多好啊。嗯，这个我有时候也想聊一聊。嗯，这个有悖于艺人本身的宗旨。哦，当然了，每个人在生活中、事业上、爱情上，包括对社会，可能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不满足、嗯，不认同，这个很正常。我们看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解决。单凭骂街不解决问题，是你不敢说，你让我说，嗯，我说完逮起来，你再撺弄别人去。嗨，我一点都不傻，我是艺人，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嗯，艺人说相声跟剃头修脚啊、修自行车卖菜，我们是一样的。哦，凭能力吃饭，尤其这个岁数了，嗯，刚才我都说四十不惑，嗯，四十不让霍霍了，是吧？不能说你弄个套我就钻，你拿我当萨达姆，这不行。什么乱七八糟，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中正，什么叫公正，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哎，啊，有的时候哟，人家这家值得咱们学习。哦，啊，你看父母是这个状态了，嗯，孩子们是怎么孝顺老人的，嗯，怎么疼儿女的，是这些是我们需要学的。嗯，对我来说，眼睁老于就在这摆着了，向人学。真学？那是啊。哦，于谦他父亲，嗯，说句良心话啊，那是个中国通，啊，外国人呢，合着这叫什么话呀，啊，不是，我老看电影夸太君，不都这多还是外国人呢？不是，是中国的事儿，老爷子没有不懂的。那倒是，说句良心话，这个老头在我心里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您很崇拜，位卑未敢忘忧国。哦，啊，这个老头人性、能力、品德、品性，嗯，都是这份人好，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是，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草民老百姓，嗯，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他好。那是，老头真好。那些人还跟我商量呢。哦，我准备干一个大事。什么大事？我说您什么事啊？嗯，老一说这就高兴啊。那是，因为本来原来是学校里做学问出身的。哦，一辈子老了退休了，我是这么认为呀。这个，这是做学问的吗？这个，上岁数腿有问题，腿有问题。哦，不住。我最近准备干一大事了。什么事儿？我准备租一个韩国的快艇啊，啊，来趟黄岩岛，然后插一个朝鲜的国旗啊，嗯，临走喊一声八个鸭绿。什么意思？我就没闹明白啊。老头，啊，忧国忧民，我说这您注意身体吧。嗯，啊，打那天开始，每天早晨4点起床，哦，锻炼身体，啊，不管什么天气啊，嗯，扒一光膀子，穿一裤衩，哦，河边喊嗓子去。这跟都光着有什么？不是光穿一裤衩，河边那儿冲啊，啊喊冲啊冲啊，哦，嗯啊冲啊，嘿好。后来就老太太问有蒜吗？嗯，嗨，以为卖葱的来了呢。啊，冲，找一白蜡杆自个儿削一尖，做一红缨枪。嗯，养了一只鸡，为了日后发鸡毛信用啊。这都怎么想的？这老头，忧国忧民，啊。神经有几天早晨4点多钟刮大风下雨，老头还接着去啊，回来身体不舒服，嗨，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这老头底子真好，没事儿，最起码说来之前十天前要来检查，这人挑不出毛病来。哦，啊，这两天着凉了吧？嗯，你看看现在这单子，嗯，人癌，这没好地方了，这就实在挑不出好地方来了啊。哎，好，这十天的事儿啊，这反正得几千万。哎呦，要治他这病得几千万，几千万，几千万未必能治得好。嗯，那还治什么劲呢？抬回家来了，孩子们都急得跟什么似的。那是他大哥主持这会议啊，他们家仨小子，一个姑娘，四个人，啊，四个人，嗯，商量这事怎么办吧？嗯，他俩兄弟一哥哥，哦，俩兄弟有一个站起来，嗯，这个要这样话，我反正我是没钱。哟，那，啊，你们要挤着我就把头剃了，头剃，我就说我现在出家了。哦，他多顿死了，我多顿回来。嗯，这什么孩子这啊？大爷说：“你们要那样的话，那我就移民。”
外国，我奔哈萨克斯坦，干嘛那儿？是吧？我不跟你们一块儿着这个急。嗯，一听这话，谦儿急了，是抡圆了给自个儿媳妇一大嘴巴，啪！干嘛呀、啊？媳妇，你打我干嘛？啊！有能到外边出去，外边走、啊，俩人出去了。说白不疼吧？走，回家，回家。完了。我还不如那哥俩呢，还嫁走了，这事算妥了啊！好在老头有一闺女，啊，那还行。大姐，闺女是爹娘的心头肉啊，那就是了。大姐，你们要这样的话，我跟你们我没法聊。哦，养儿防老，对不对？嗯，还什么还移民？嗯，还什么出家？你们那都是人的办法吗？真是。大姐出门奔永定门，跳到护城河里边，要偷渡。也不谁告诉他说缺心眼儿，游到沈阳就离着韩国说不远了。什么乱七八糟啊！在西边门给捞上来的、嗯、哎，对，泡了都。家里边最后就剩他大哥，嗯，剩他父亲，这么老哥俩在家里边。你先等会儿吧。我大哥跟我爸爸是老哥俩。对，大哥跟你是老哥俩啊？啊，有我啊，你没在家啊？你自打他给你媳妇一嘴巴子，俩人出去就外边旅游去了。我这太不上心了，这个。我打那儿过，我整看见这一幕。你去了？因为我跟他父亲我们是最好了。平时净跟老头那聊天嘛，嗯，我这一进门，你爸爸跟那躺着呢，你大哥跟边坐着，啊，你爸爸那脸惨绿惨绿，都绿了，大哥这脸翠绿翠绿的，谁先死啊这个？我一进门，怎么了？你大哥这抬头，够呛，家没人就剩我了，嗯，我两天没吃饭了，嗨，你快去，你上厨房吃点什么，我替你盯着。听着啊，真是好人。大爷站起来奔厨房，嗯，看着你爸爸，我这眼泪，我说我眼窝子浅，难受。你也有今天。什么话这？你这叫什么话呀？原来多壮啊，老头忧国忧民啊，光膀子穿裤头，拿红缨枪逮着鸡那样。哎，那要不至于这样。现如今，哎，老爷子，醒醒，睁眼看看，叫叫，还认识我吗？嗯，这睁眼。行，还认人哦。我扶您坐起来，坐会儿啊。哎，对，嗯，我要倒口水喝。嗯嗯、都不行。我您帮您点什么呀？是啊，我要小姐。早就该死。什么时候了？这是他要解小便。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这个你看，这小便撒尿仨字儿、啊，小姐俩字儿，啊，省一字儿，省字省点气力，啊，哦，吓我一跳，嗯、啊，我说要有这想法，一时半会儿没事儿，就说是我搀着您吧，啊，别动，嗯、啊，尿完，哎，好嘛，我鞋都湿了啊，至于，没事老爷子，坚持住了啊，以您的身子骨踏踏实实的，哎。您这就是一时啊着急上火了、嗯、说点着凉再有嗯哟完了这么快、啊、说话的功我探探鼻息好看看出气不出气完了是啊这不死也让你捅死了这个有这么叹鼻息的吗你这哎呦当时我难过的都不行了你这是难过吗这个就是喜极而泣啊对对不是别弄这词儿很难要了亲命了弄我一下子这边哎呀至于吗赶紧奔厨房啊你大哥厨房吃饭呢告诉我两步我就进了一进门嗯我就愣在那儿了怎么了好几天没吃饭摆着床前无孝子嗯大爷这份儿真孝顺你说这会儿给他炖个肘子炒八个菜他吃得下去吗根本就没这心无非是垫吧垫呗就是煮点面吃也就这炸的酱打的卤炸的花椒油蟹的芝麻酱、哦、烫的香椿这会儿跟着正包蒜呢、嗯、没心没肺嘛这不是德爷别吃他妈全了赶紧告诉他吧你你爸爸完了死了啊这么行了使什么相啊还反正我把信儿带到了啊啊那屋完了 啊死人了啊还成命刚才说什么来着没听见合着你爸爸整个都死了多新鲜呢你不早说废话就是、啊、
赶紧看看来吧。嗯，冲到这屋，你瞧你爸爸，这都招苍蝇了，这啊，至于不至于？啊，得嘞，嗯，哭一抱吧，得哭啊。哭完之后办丧事儿。哎，要说你爸爸这辈子不容易，真是为家为业昼夜操劳，嗯，年老气衰，嗯，虽经北京四大名医，哦，赵云霞、栾云平、孔云龙、岳云鹏，哎，没找对人，这是以及西医郭麒麟，嚯，临床会人，好家伙，你父亲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嘿，好，我爸爸死在说相声手里了，嗯。宝丧符文传出，嗯，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哦，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嗯，这边写只会飞花白虎帖，这边贴血泪染成红杜鹃，哦，这边是万古长青，嗯，这边写的是驾返瑶池，嘿，大伙儿都写，我不能闲着，您四张纸写五大字贴的正当中，什么字那都不叫事儿，对，没听说过这么大事儿的，不叫事儿，死了也得当正事儿办呢，这是大事儿，光哭不管用啊，对，准备吧，大爷哭了都不行了啊，难受，坐在那儿啊，哎，乐上了，这么这不难过难过，啊，我给弄吧，赶紧吧，先给洗吧洗吧，嗯，啊，换上衣裳吧，得做一锅开水，哦，给老头扒干净了，哦，是不是啊，嚯，哦，还挺热啊，烫的差不多了啊，嗯，给你爸爸擦擦退退，嘎着窝都小茴香味儿的了，好家伙，啊，穿吧，嗯，穿好了，弄好了，整部《金刚经》，拖着金背，漂白布，哦，高腿的水袜子，蓝泥的盘金线，嘿，都是照着老年间的所有的装扮给他捯饬的，真讲究。捯饬好了，家里万幸存了一口棺材，有，这个年头哪还有棺材呀，啊？真是，老头有先见之明啊，他就知道他早晚得死，这多新鲜呢，谁都知道你老存性，这棺材来了之后，跟家里一直站着当大衣柜使，这什么人家这是？终于把大衣柜放躺下了啊，棺材都哭了，哎呦，可累死我了，哎，好嘛，站好几十年了啊，放躺下了，嗯，想当年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亿祥木厂的货，好货，这个材料叫金丝楠呐，哎，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哦，头顶福字，脚踩莲花，嗯，棺材头里边啊，点字儿，亲封登侍郎，嗯，你爸爸名字啊，嗯，于，对，于啊，亲封登侍郎，嗯，于太公。烩香肉丝，我爸爸叫鱼香肉丝，头泡饼，哎嗨哈，你说别泡饼了，你挑一个你顺口的，我叫吧，没有这菜名，都准备好了，入殓啊，什么叫入殓，是死人装棺材，这叫入殓，掐尸的入殓的都来了，嗯，一切都照着老年间的办法来，哦，阴阳生一报，吉时一到，嗯，请大爷，叫我哥哥，叫你大哥，这叫长子抱头。哦哦，大哥过来，好，受累，来走，抱头，啊，嗯，好，走您的，走，哎，你这扔屎个浪的是怎么着？有这么长子抱头这样啊？就是，抱来受累，师傅吹吹，啊，有唢呐，有乐器，哦，响。滴答滴答啦哒，滴答哒哒哒啦哒，你妈嫁人了，你妈嫁人了，唢呐吹出字儿来了，这个。我哪懂这个行子是吗？那叫胡吹啊，都弄好了啊，第三天啊，念经，念经，请来了和尚，嗯，高搭法台，和尚40名，哦，正当中坐的这个头戴五佛冠，身披的袈裟，嚯，哦，旁边都是小和尚，啊，一边念经一边撒米，一边撒小馒头，嘿，咽口湿湿开16本经，真讲究，哎呦，这个经可好听了啊，哎，这么着啊，您给我们学学这和尚念经怎么样啊，来了这个我就会几句啊，会几句啊，也学几句，试试啊，嗯，道堂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叹息呀，啊，海中江声号，苦海滔滔，叶子招，迷人不醒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忘在世上走一遭。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友回来日，死去亡魂哪，啊，不回归。接的接的波儿，接的波儿，僧接的那摩弥陀，啊，啦哈里啦，啊哈啦哈里啦哈里啦，
划着船来的是怎么着？我爸爸是济公啊，是怎么着？串了串了串了，就别的了。念文经打和尚，你这是啊？这句就用这儿了，每七天念一回啊。僧道坛尼四捧经对着念，哦，了得嘛啊！是是是，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真讲究。居士林的来了，哦，功德林的也来了，嗯，乞食林的也来了，嚯，馅饼粥的、小馋陈的、麦当劳的，这都。来那么些饭馆的干嘛呀？就是你爸爸死了庆祝一下，开个庙会。哎，这没听说过。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啊，早晨起来，晴空万里，红日喷薄。哦，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糕，嘿，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哦，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哦，孟子曰：“唯送死以当大事。”嗯，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先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嗯，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冠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摆开一字长蛇五里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在前面有3丈6的明镜幡，紧跟着就是纸人纸马，真棒。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哦，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申叔玉律四大门神，杨居爱、左伯桃、背书齐，名为四贤。纸人过去了，童音发鼓，子弟文唱，起一个大座儿带家庙。松豪、松露、松亭的、松法、松三、松轿的、花幡、花伞、花轿的，金瓜玉斧、朝天凳、鹦鹉鹦幡、鹦照鹦，真好啊。素净回避牌，歪瓣黄罗伞一堂，哎，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鱼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40名，雍和宫大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名，小男2班队、花圈2班队、挽联2班队，在前面有影亭一座，摆着你父亲的相片。哦，猴啊！什么模样？送殡亲友2000多位，真不少。胸前佩戴着白纸花啊！想当年北京出殡有一个撒纸钱的叫一撮毛，对，这个人没有了，嗯，有他的后代啊，叫一身毛。哎，好家伙，毛孩儿，唰，一把纸钱节节高，哦，3层开花满天飘，嗯，叮叮叮，这是关照过来了。哦，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着吧，叮叮叮，80人杠是又快又稳。嗯，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抬着棺材由南城奔北城，由北城奔东城，嗯，转遍了北京49圈，到夜里12点半，嗯，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哎，怎么又抬回来了？没找着坟地。哎，去。请您欣赏相声《学四声》，表演者高峰、于谦。刚才一段演得很精彩，哎，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都是这样，嗯，往台上这么一站，每一场每一段形式上、内容上都有区别，当然得换呢。刚才那个演员姓谢，叫谢金，对，后台来说呀，嗯，别看岁数不大啊，辈分还比较高。哎，对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嗯，谢金的父亲啊，就是刚才跟我合作那位老前辈谢天顺先生，叫谢天顺。是谢天顺老师，可以这么说啊，啊，是当今相声界来说，嗯，健在的演员中，嗯，辈分最高的。哦，辈儿大，也没有几位了。是啊，谢老师是当今为数不多的这个婊子宝子辈的这个，老艺术家。所以呢，您说这位老师是男的，是女的？老头能是女的吗？老头那就应该是宝字辈儿。我说错了，就是宝字啊，啊，对吗？宝字，宝字，宝字。谢天顺就是一老宝子。哎，这，您这嘴里有点正经的没有啊？你不说宝字吗？宝字辈的，宝字辈的老演员，这就对了，对吧？哎，啊，让他们到后台去休息休息。是，把您又更换上来了。什么话这叫？您还弄得还更换上来了。把就是他们下去该您演出了，就把我换上。哎，这位演员大家都熟悉吧？应该是啊，著名演员吕编于谦。哎，我怎么了我？我这话这嘴也不怎么了，就是您老关键时刻闹嘴，你这玩意儿。于谦，你看说清楚了，我这汗都下来了。您汗下来不要紧，我大补啊。您误会了，您虚呢这是？不是。这怎么都使，这还使不了。不是，这拿这个吧，您的。哎，一个。您说，那个后台有手绢没有？您找一个。嗯。啊，这个于老师相声说得好，跟郭老师黄金搭档，马上在这个五月份嘛，要搞一个系列演出。对。郭德纲、于谦10周年的忌日。哎啊。您又闹嘴了，您又闹呢。不是，嘴里就。网上说的。
网上说忌日了吗？我看有忌有日，合作十周年庆典纪念日，纪念哎，对，你看我这说错啊。于老师相声说得好，您客气。从小在这个北京市曲艺团学员班，是跟很多老前辈学习过，合作过，教育我。哎，对台上表演，那可以说是游刃有余。您客气，一点不客气，不敢说，真是这么个情况。你看我们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嗯，甭管是天津的、山东的、河南的，甭管哪儿的演员，嗯，台上这么一站，嗯，必须要说普通话。对，就是北京话。嗯，这您说的不对，怎么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不，这还有什么区别吗？太有区别了。怎么个区别？北京话有很多的地方方音，哦，外地朋友听不明白。哦，举个例子来说，您说说，就拿您这个玩意儿来说吧。什么叫玩意儿啊？你不就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这圆了咕拽的这个，啊，就这堆吧。行行行，行了行了，这堆这块是吗？不就您？不是您这，您不就想问这个叫什么吗？哎，怎么说？这脑袋叫什么？脑袋，脑袋，脑袋呀！您这玩意儿让逮呀，啊？不让，一逮就漏了这个。你说的脑袋嘛？你瞧，脑袋官儿，明白吗？您那脑袋还出了一官儿。脑袋瓢，脑，啊，脑袋凿，那哈，脑袋糊，行了行了，脑袋壳，您打住吧，脑袋，啊，行，别说了，是什么盒啊、瓢啊、凿啊、糊啊，这都属于北京的土话。哦，正字普通话就一个字，哪个字？头。哦，这叫头。哎，头是正字，是吗？你到理发馆去了，不都得这么说吗？嗯，小伙子，有时间吗？嗯，有时间给我推推头。哎，推推头，是理发师过来了，也好，先生。您推头 啊您请坐。哎，您是来个分头啊，嗯，来个背头啊，嗯，还是来个小平头啊？都这么说，都说头，是说别的不好听也可以吧？说什么呀？说脑袋瓜，说脑袋瓜可以啊。小伙子，啊，有时间吗？啊，有时间给我推着脑袋瓜。理发师过来了 啊先生您请坐。哎，您推脑袋瓜啊，您是来个分脑袋瓜啊，嗯，来个背脑袋瓜啊，不，您是来个小平脑袋瓜呢？嘿嗨，这多贫呢，这个这行吗？不好听，非得说头。是全国这么些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的话，我都有研究。哦，方言都有研究。哎，相声演员吗？哦，都要研究研究。那我可以跟您请教请教。哎，咱交流，咱们说点偏的啊。哪儿啊？蒙古话您会说吗？蒙古，内蒙，能说几句啊？那我问问您。哎，看您问哪句。蒙古话问好怎么说呀？问好啊，啊，这么说。问好叫门得了门得，问好，哦，叫门得了门得。哎，问好。哦，要是问大家好，起了门得，起了门得，问好。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那全国人民统统的门得了门得。也没听说过通通的门得了门得。废话啊，您什么身份呢？您问全国人民都好啊？啊，这不行，是吧？您没有这机会啊。哦，这话用不上啊，对不对？那倒是。哎，是的。等站在天安门上再学吧。这话您别在这说。您看这怎么样啊？问好，问好。哎，啊，那要是蒙古话，我说的不错。吃点什么行吗？吃饭啊，吃饭叫扒了一地。哎，扒了一地。那是晚菜了，那是没听清楚啊！吧嗒一地，哦，吧嗒一地，哎，吧嗒一地吃饭，哦，吧嗒一地。对了，嗯，说点别的还行吗？看您吃什么了？吃什么呀？哎，吃饭，吧啦吧嗒一地。你要吃肉呢？吃肉，马哈一西，不一样，马哈一西吃肉。哦，哎，吃肉，马哈一西，马哈一西。哦，肉也分多少种？肉吃牛肉，牛肉，嗯。大鸡就马哈一西，大鸡就马哈一西，牛肉吃羊肉，小鸡就马哈一西，吃鸡，尖嘴子马哈一西，吃鸭子，扁嘴子马哈一西，玩去。哎，这蒙古话你也会？不会，哎，说的还挺溜乎。废话，吃什么都跟嘴上找啊，您这个尖嘴子、扁嘴子的。蒙古话属于这个少数民族语言，哦，我掌握的稍微差一点。那要说我说的好的啊，那得是咱们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哦，申武姚安，您那边申州武强饶阳安平。哦，我说的最好，这块的方言说的好，可以。那我还得问问您，哎，您随便问。申武姚安这块的话，走、怎么说？走啊啊，走叫悠滴着。哦，悠滴着。哎，写出来就是溜达。你看，走悠滴着。哦，这悠达着。哎，悠滴。哦，要是跑，有的缓流。哦，这快走跑就这样，哎、有的缓。哦，要是蹦起来跑，跑不动。哎，这还跑不动像话？各位评评理，于老师说这话都像话吗？啊，您在这给我来一个蹦起来跑的动作行不行？我来不了。您别鼓掌，您动画片看多了是怎么的？都蹦起来了，那怎么跑啊？那是这不合适是吧。您问的不合理了，问点别的。哎，问点别的行。站着，站着叫立着，这合理。你看站立嘛，哎，立着。要是坐着，稳着，稳着。哎，坐着就比站着稳的。哦，稳着啊。哎，要是蹲着，孤呆着。孤的说，你看蹲着那个模样跟那个花骨朵似的，多好看啊、哦！哎，这还好看呢，这个孤对着哦、哎。要是躺着，倒着，倒着，哎，倒着。要是趴着，不趴着，哎，这不趴着。您净弄这太奇怪了啊！谁没事净趴着？这姿势不常用，肚子疼啊，是怎么？行。啊，您还真有研究。我看您这个申武姚安话也能说两句。哎，可以说两句，我们也学过呀，是不是？可以啊。这么办吧，啊，今儿咱二位在这合作一回，说一回，两个人表演一下申武姚安人说话。怎么还表演呢？这有个故事情节，你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嗯，咱们两个人呢，啊，是同一个村的老乡。哦，你呢进城做买卖，嗯，卖豆腐，卖豆芽，小买。后来你就发财了，嚯！开了一个大买卖。什么呀？开了一个大粪厂子。哎，这什么买卖？这是管着十几个厕所。哎呦，我不行。您呢？思想上保守。哦，在家了种地，没想到闹了天灾了。哟，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容易有点收成。嗯，闹了蚂蚱了，蝗虫，蝗虫给我咬上来了。啊，实在没辙，进城找着谁跟谁要钱。哎呦，在马路上碰见你了，找着我了，要聊一聊天，拉一拉家常，是，就这点情节，可以呀、啊，可以吗？咱们来来，您由那边来，我从这边来，学学这个，表演表演方言，申武姚安啊，好玩。哇，你要咬我是怎么着你？学方言我咬你个废话，你怎么了？你上哇哦哦哦哦干嘛呀？这是三天没吃饭了啊，饿的。哦，饿。哎，打招呼没底气了。哦，饿呀。那我怎么办呢？你打招呼得这样啊。哇，我这气儿为什么这么粗啊？你看你是开粪厂子的，肥料足啊。 是没听说过这爱肥料什么事啊？您吃的好不好？再来吧，好好学，别提这个了。哇哇，这不是男蝈蝈啊？这不是你谁是蝈蝈啊？这这里怎么还有蝈蝈？你不这不是男蝈蝈啊？您没明白，这是这不是我哥哥？我哥哥就是男蝈蝈。哦，哥哥嘛就是蝈蝈。哎，蝈蝈。哦，那我应该怎么说？你这么回答呀？啊，可不是我吗？嗯，你不是弟儿的？这第二的就是兄弟。哦，就是兄弟。哎，第三的呢？还没来呢。咱别等他了。对，来吧。哇哇，这不是男蝈蝈啊？你那不是弟儿的？可不是。弟儿的。哇。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夜了后晌来的。夜了后晌怎么来的？我坐那个夜车来的。你没碰见海怪呀？你没碰见哈利波特呀？没听说过哈利波特干什么呀？还有海怪？废话，你说坐夜车来的，这没听清楚啊？坐夜里那趟车来的。夜车、哦、夜车。哦，坐夜里那趟车。哎，夜车我还听，你这听错了。你再来再来。嗯，
我这地儿啊，我你学的哪儿了？学的侯乐庆那个豆腐坊里了。哦，都见着了没有？见着了，见着侯乐庆、李老万、张了得都见着了，拉了一席的官儿啊！哎哎哎，提我了没有？提你来了，提我嘛了？说你现在呀、啊，开了个大买卖，发了大财了，哎，开个大粪场子，是管这十几个厕所呀，有这十几个厕所呀，啊、你们一家子吃不了啊！哎，算。什么呀我们吃不了啊，换的那个钱你们吃不了、啊、您得把那钱字说出来、啊、哎可不是，真是，我说弟儿啊，家里的年成怎么样啊？还别提了，懂吗？旱了三年，涝了三年，嗯，今年好容易有点收成了啊，又闹了蚂蚱了。哎，那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呀、嗯、到那庄稼地里头嘎吱吱嘎吱吱，都全鸡吃了，全鸡吃了，全鸡吃了。那个我那个地怎么样啊？哪有你的地啊？你这老爷庙下坡那四十八亩地不是我的吗？那是人侯乐庆的。侯乐庆倒计我了。倒计你了？倒计我了。看见你这个地啊，就看见你这个人了。哦，看见你这个人呀、啊，嗯，就看见你这个心了。怎么了？蚂蚱是神虫啊。嗯嗯，到别人的那地里头，嘎吱吱，嘎吱吱，全去吃了。哦，一看是你的地呀、啊，呼着打，呼着打，全飞走了。嘿，你那个地甭说蚂蚱呀，嗯，连个蚂蚱籽儿也没有啊。这么说，我那个地收成了？也没收成。这不是没有蚂蚱吗？蚂蚱是没有 啊, 啊，那水全没了人了。啊，这都淹了。是你怎么命这么好呢？不是，这怎么都得着水了？你也别着急啊，等那水一落下去啊，收成两口袋粮食。蛤蟆，哎，蛤蟆呀，我要那玩意儿干嘛呀？这怎么样？还行啊，这回啊咱也不学这个了，又改了。咱们哎学一回山东话怎么样？哦，学山东音。你瞧张嘴就来。哎，那是还真可以。哎，您问问吧。我问问您啊，山东话。山东话啊，山东话要是一家子，一家子啊，那叫混家子，一个村的人，哎，也过塌了印呢。到北边，北不说北，叫说薄，薄，哎，到薄边儿，哦，到薄边，到薄边，哦，到北边找个人，到薄边那个片里头信个印的，哦，这么说，掌柜的，哎，三掌柜，学徒的，小里边，吃饭得饭，吃肉得肉，吃鱼得鱼。吃鸡得那个小鸡子肉，呵，这费劲劲儿的，费点劲啊、哦！我要是吃点菠萝蜜的罐头，不是您吃什么？吃点菠萝蜜的罐头啊！不，你这病好不了了。怎么了？这是不忌口啊？你怎么逮什么吃什么？不是就要问问吗？吃这个啊，菠萝蜜的罐头，那叫得那个菠萝。不得那个菠萝，我吃点别的不行吗？哎呀，嗨，实在绕不上来了。得那个啊，得那个菠萝蜜的罐头，什么味儿啊？这是，这您这嘟噜太多了，行行，没法说。咱们就说说这个山东话，可以学一学方言。咱两个人学一回山东话，可以啊。学山东话有个条件，怎么？我必须是你三大爷。行，要不然就开始了啊？不，这别开始了。嗯，要不咱就别学了。怎么不学了？没学呢，你先占我便宜。谁占便宜了？那三大爷怎么回事？您没清楚啊？您说说。这还有一个故事情节。哦，还有。哎，想当初，嗯，你父亲是个大财主。哦，有钱。在北京，像丰泽园那样的大饭庄，嗯，一共有八个。嚯！我在你爸爸手底下当管事。嗯。后来闹了点意见，哥俩呢分开单干了。哦。没过些年，你父亲去世了。嗯。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哎呦，染了一身的毛病。是啊，把家里留的那点钱全抖楞干净了，穷了，身上蹦子没有啊，见着谁找谁要钱，要饭了，见着谁找谁要钱。哦，在马路上碰见我了，嗯，你打算找我要俩钱，嗯，我还得给你啊。当然呢，不但给还得多给啊。为什么呢？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啊。你咱别提这个，我是你三大爷啊。行了，对不对？别提这个了，给你不能好好给你，干嘛呀？借机会得说你这么两句。哦，你年轻气盛，嗯，不服说。哦，山东人说话就这规律，嗯，越说话声音越大，越说话声越高。对，外人这么一听 啊仿佛跟打起来一样。没错，嗯，山东人说话都气粗。对，嗯，哎，也不是，嗯，我气粗你不能气粗。我怎么不能气粗？因为这个时候 啊你正得着病呢。
哦，得这病，得什么病？嗨，也没什么大病，发烧感冒。哎，不是那病，嗯，你有点温病，嗯，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鼠疫伤寒转脚气、鼠疮脖子、连疮腿，癌症艾滋。啊，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您还加上这要命。不是，反正都有点，哎，都有点，大，哎，多少都有点。这么着，啊，我给您化一化妆。还化妆，把您这个病态得展现出来。是是是，哎，咱这个只有一条手绢了，没关系，可以可以用一下，啊，这也可以用，没关系，嗯，这个给您这个，哎呦，这也是的啊，没事，您这脑袋呀，啊，给您记一下，这您得原谅了。不是，这什么病啊？这是您的病啊。什么病？这病叫做腮漏。哎，腮漏。哎，就您这腮帮子这儿 啊漏一大窟窿。嚯，吃什么往出掉，哎，你煮一鸡蛋包得了皮扔进去，吧唧就出来了。哎，这么大个儿都能出来。哎，腮漏。哦，这是腮漏。哎，腮漏，嗯，这太湿了，没关系啊，可以是吧，用一用。这个也得给您围上点。围哪儿啊？围这个脖子这个地方。这是什么病啊？这是您那砍头疮。哎，砍头疮，说现代话就是淋巴腺结核啊。这不明白，您这就是烂呢。 啊就是四周包围中央，已经往里烂，烂对了环了，成圈了。哎，等于就是您这脑袋呀，在这个肩膀上扶搁着呢。哎，扶搁着呢，走马路上别打气氛啊，一打气氛啊，气脑袋掉地下了。好嘛，就连着点筋儿了。哎，就别打气氛了，哎，您这个大褂别这么穿了。我应该呢，大褂提了起来。怎么个提了法？提了起来。哎，我您自个儿来。这就不是大褂了啊，这是要饭配那麻袋片。哎，这叫麻袋片了。麻袋片。哦，这右手托着腰这，这是腰翁。还有腰翁。哎，走道腿岔开点，这个连窗腿。我招你惹你了？这是连窗腿。哦，还有连窗腿。手里拿着这个，这个是扇子。不是扇子啊，夹在嘎着窝底下。这是要饭使那砂锅。好嘛，我还全套的，我也得拿一这个。您这也是砂锅？不是，我这是旱烟袋。嘿，好，到他那儿改旱烟袋了。你转身一亮相啊，走两步，大伙儿看看学的像不像。那么咱们来了，肖像了，给您鼓一鼓掌。哎呀，您别说，还真有点遗传性。您，就是，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什么叫遗传性啊？夸您学得像。那咱们来吧。哎，嘿，哎，干嘛咬人呢？是怎么着？我这位同志缺钙呀，啊？不，什么叫缺钙？你怎么掉下去了？不是，你干嘛给我这？嘿，怎么了？你这是跟您打招呼。嘿，打招呼。哦，那我呢？你也跟我打招呼啊。我，你声音不能这么大。我，因为我声音得大。哦，看见你这模样啊，我生气。哦，你看见我这模样，你生气？生气，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这不是，就这么要求啊？哦，你这么回答我呢？你说我小点声。哦，你说灰，我说挖。哎，咱俩一块挖灰，挖灰谁抬土啊？再来，哎，灰我。哎，好家伙，我好家伙，我好家伙。哇，别挖了。怎么了？再挖墙就倒了，知道吗？你让挖的呀。我让挖，我说灰，你说挖呀。啊，我说好家伙了。那我呢？你说，哎，现在的好家伙。哦，我得说，哎，现在的好家伙。到我这费家伙啊，怎么那么些字儿啊？哎，嘿，哇，哎，好家伙。哎，现在的好家伙。哎，这不是小金子吗？哎，这不是打哑丹吗？谁打哑丹？谁小鸡子儿啊？什么耳朵啊？你说的是？我说你不是小侄子儿吗？你先等会儿吧，我琢磨琢磨吧。哎，你不是小鸡子儿吗？嗯。哎，你不是小鸡子儿？这舌头怎么那么别扭啊？这个就这字眼儿 啊，就说这样。哎，那再来吧。你得这么说呀。我说你可不是我吗？啊，你的眼睛不是三大爷吗？嘿，好词儿在他这儿呢，感情好词儿在我这儿，受累还是我的呢？受累是你的，啊，病可都在我这儿呢。哎，嘿，我，哎，好家伙，现在的好家伙。哎，这不是小鸡子儿吗？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可不是我，一来一去不是三大爷吗？哎嘿，哎，他逮了去了他。孩儿啊孩儿啊，你还认识三大爷？咋会不认识？哎呀，认识三大爷就好啊。你有胡子吗？你就捋。哎，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哎，这没听说过。哎呀，孩儿啊孩儿啊，你那个老家呢？老家人故去了。
什么？故去了，老家故去了，故去了，故去那个令舅呢？令舅弄得老家安葬，和你娘病了骨了，病了骨。孩儿，这次你得小心，应尽的责。哎，老家那个买卖呢？买卖都逮出去了，八号买卖都逮上去了，全都逮出去了。逮出那个钱呢？钱都还了亏空。什么亏空？什么亏空？老人家在世欠人八万多块呀、啊！你这是胡说八道！谁胡说八道？我早听婚家了学啊！你老家在世的时候，那个买卖根本就不亏钱，咋能不亏钱？根本就不亏钱，当然。你拿那个钱，你都逮了薄面了，胡说八道！你打了麻费劲了，谁说的？你打麻费劲？没打麻费劲，你打麻费劲？打麻费劲有禁言，咱就没有禁言。你看看咱这哪有禁言？有禁言？有没有禁言？有禁言？你看看哪有禁言？你怎么会没有？哎，你这不是禁言吗？这是真眼吗？这你这就是真眼。这原来的窟窿，这是那登云楼介绍那个买卖，你娶了吗？一月十八块钱不够挑费，十八块钱不够挑费，咋能够？你这够挑费、啊？你怎么不够挑费？说话，你把眼睛，你怎么不够挑费？打眼睛那个王经理那个进客表哪去了？进客表，进客表，我咋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当进了当铺了。你当了大票压了小票，你逮了薄面了，你血口喷，你逮了薄面了，没逮薄面，找我干什么？这大夫什么手艺这是？哎，您这搁不上了这个，您拿着就行了。哎，我这病要好这是。咱从头来啊！哎，这没听说过，打得累死我。哎，那个你找我这是干什么？找你借钱咱好还价。借钱呢？对，不行，没钱呢、有钱都不给你。有钱你借我，你学我，你不借我学得着你？我学你，我是你二大爷。你不要借二大爷哥哥，我是三大爷。那你说这，我跟你爸爸卡头，我跟你爸爸相好。你别提这，我跟你爸爸卡头。那就应该我钱，你得喂山东狗，你不能喂这北京狗。你才喂狗，你就得喂狗。你嘿，你才喂狗。我学你什么好啊？嘿，你爸爸这死。我就是你爸爸。哎，这这。谢谢，感谢您的掌声鼓励。谢谢您。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是啊。啊，高峰高老师相声专场节目。对。他今天连续出台三回。像这样的演员挺累的。是。啊，当然还是瘾大。不是，当然人家挣得多。是。怎么着就有回报、啊？不要再笑了，是啊，我们上台就让您休息一会儿，啊，因为我们说的不怎么好，我们要说的好的话，今天就是我们的专场了。先说说，哈、啊，今天高老师挺辛苦的，是，我们上来就让他歇一会儿，啊，休息。当然了，我们赶紧说，说完了好下去，这叫好车不爱破道。对，好车。那，说反了啊啊！说反了，怎么呢？别是好车不让破，像话吗？破车别爱好道。啊、你别拍我啊！别拍我啊！说就是你别挡道，那意思就是、我挡什么道了我？让人家休息一会儿，多休息会儿。咱们哥俩给大伙说一回。哎，咱们俩也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保不齐。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我叫岳云鹏。是您。一个小学生。您客气。一丢丢这么一个小学生。嚯、还一丢丢还。说的不怎么好。是吗？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老师。我怎么样？他、什么名字？不，这个相声 是我们功课，说学逗唱。咱俩一场，你把我名字忘了，啊？蒙住了，蒙住，我怎么让你蒙住了我？忘却了，别忘却了，还忘却了，你好好想想，叫什么来着？你这就有罪，知道吗？这就，你别说啊，我不说，你好好，你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我还些许的时间，叫什么来着？行，你想不起来，我得谢你。我些许让你，叫什么来着？大街上小孩骂街老提你，骂街提我啊？提什么呀？孙呆啊，去！我谁们家孩子这是？不是你，不是你。废话，叫什么来着？好好想，我想想啊。啊，你别说啊。我不说，我想想。您想。你别说啊，您快说行吗？想起来了，你说吧。我没想起来，你拍什么手啊你？实在是想不起来了。那好，
甭费那劲了啊，孙悦啊，孙悦，孙悦，嗯，这仿佛是个人名字呀。岳云鹏是狗名字呀。看这人不会聊天。谁不会聊天啊？你，我想起来了。那是我告诉你想起来了。孙悦，哎，你有一外号。什么外号？二师兄。我哪儿的外号？二师兄没听说过。您的耙子呢？谁的耙子？什么叫耙子？落后台了，对不对？没有，有耙子早耙您了。不是你吗？不是，没有这个。孙悦，孙老师，好好的，不开玩笑了啊！别开玩笑，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的面啊，我问您一个小问题。那别开玩笑啊！不玩笑了，不闹啊，不闹了。啊、小问题啊，您好好问。就好了啊，嗯嗯，您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我就是后悔的未遂了，你甭来这套。那你跟兔子很有谁跟兔子？哪有兔子呢？里头小白兔玩又玩，没有，两只都竖起来了。甭说这个，不再玩笑了。啊、这位老师，您好好的，孙悦孙老师是吗？是一个很不错的演员。您好好夸夸我。确实是他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哎，他都不会。这还，现如今这样的演员不多了。对，这样的演员全都上春晚了。他们就爱听这句。最可乐的，刚才我一上台，这位还扶一下话筒，还能录音，录了你也不能播呀，你。哎，白录了吧？录了也不能播。你别瞧那边都疯了。他确实说的不错。是吗？那一个捧哏演员能说到这份上，确实是不错的演员。你是不是捧哏呢？当然了，捧哏不需要什么词儿。嗯啊，啊，哎，去你的吧！哎啊、就可以了。你等等，你等等，我可不完全就可以了。这我觉得我可以给大伙说一单口。你说什么单口呢？你怎么就说单口呢？怎么了？你俩一场节目，别闹啊！我都过去了那一篇。哦，过去了。啊、那篇过去了。就说捧哏演员，还算是可以。哎，可以，这不烫头的都挺好的。孙老师，哎，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他也是我们这个当今相声界啊，嗯，最胖的一位。你就咬吃这就没完了，你就最胖的一位。那胖都胖了，高达500多斤。你就胡说八道啊！您说作为一个人类，怎么哎哎哎哎？说什么呢？怎么了？什么叫作为一个人类啊？说你是人类不愿意了？嗯。我听的不是这意思。二师兄，嘿，又来了是怎么着呢？就说这个愿意是不是？什么愿意啊？没有这个啊，是不是500多斤？谁500多斤呢？你260斤，260斤。哎，我老问他多少斤，他老跟我说260，260。对呀、啊。后来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呀？那个秤就到260。那是，合着我让秤蒙了，嗯。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你胡说。后来他用俩秤，啊、一脚站一个，全是260。对。合着我办事260，一会儿跟你盖一篮戳，给你盖一篮戳，没听说？送超市一卖，送哪超市？现在挺贵的呢。那就甭费，那么美呀、啊，你说这？哎呀，不再玩笑了啊！你别玩笑了，你看拿人家孙老师开心啊，拿着孙老师开涮啊，您都不生气，是吗？真不生气？哦，再说一个，别的，再说一什么呀？上瘾是怎么着？不生气，嗯，这是好同志，是吗？啊，说两句急眼了，嗯、上脸了，不太合适。是是，好朋友，对，台底下我们两个也是好朋友。哎，好朋友，他对我就好比是亲哥哥一样。嘿，他媳妇儿，嗯，我们朴嫂，哎，好像，哎，不，什么名字这叫？你朴嫂这？啊？我问你，问什么呀？你媳妇是不是姓常？姓常啊，怎么了？叫被嫖。哎，哎呦呵，这别说了，这不吃一辈子亏吗？这不这还挣一辈子钱呢？什么挣一辈子钱啊？北漂，人家外号叫、嗯、北漂，不是北京人，常北漂。哎，常北漂，经常来这边。就说他媳妇儿，嗯，对我好像亲嫂子一样。哎，是，这是我的亲哥哥，嗯，那是我的亲嫂子。对，我们三个人这种爱情关系，我们三个人好有一比。比什么呀？好，我就好比是啊，嗯，这是我的亲哥哥，是啊，那是我的亲嫂子，嗯，我就好比是武松。
啊，谁大哥呀？放下耙子您就卖炊饼。没听说过，像话吗？合着我五大，还咱们仨的爱情关系啊，我跟我媳妇儿的爱情关系，那我呢？你要有关系你也属于结晶。我说这玩意儿你会聊天吗？谁不会聊天啊？你看是上联了，上联谁上联了？不要玩笑了啊！是别玩，你半天玩笑了。就说我们哥俩是关系特别好，关系好别这么闹，经常在一起。是吃饭，嗯，玩打球，我们哥俩最爱打球，是吗？真的，啊、特别打台球。哎，打台球。哦，打台球打得好极了。是是。特别是他啊，当然了，啊、他趴不下去。我、啊、那我打什么呢？我他都这样，走你。哦，他打台球跟玩飞镖似的。哎，好。对，打球是吗？啊哈，好了，我们哥俩除了这些 啊其他的爱好我们也有。有游泳啊，游泳最爱游泳。是我扑通跳下去了，嗯，没事啊。他扑通跳下去了，没事水就没了。那你在那爬底的爬呢？那儿什么叫水就没了？我游完了你再来。什么游完了？把你溅出去一会儿。经常在一起。你怎么这么水呢？谁水？你怎么这么贱呢？你没话，你最爱贱。你这不叫他，那这套。这位老师，你还老师呢？孙老，我们哥俩经常在一起。嗯，我三天看不见他，我还想他。是啊，我上他们家玩去。哎，你们家是不是住在西单附近？哎，西单，西单附近。嗯，我经常上西单去旅游。好家伙了，您怎么了？要饭这是怎么着？西单旅游哪儿人都去哪儿还？什么叫要饭呢？那西单干嘛旅游什么呀？西单逛街不就完了吗？对，哇哟嚯，逛街跟旅游是有区别的吗？有啊。好吧，太有区别了，我从了你。哎，你可别从了我。嗯，上西单去逛街，嗯，容易路过他们家门口。还容易路过他们家门口？这不有一回吗？嗯，路过他们家门口，我一瞧，嗯，这孙宅吗？这不是？哎，孙宅，孙宅，哎，孙宅，孙宅呀，这是。哦，这骂街的孩子就是你吧？你看他还奶音呢，孙宅，咋的？孙宅，孙宅啊，宅还像话吗？骂什么街呀？指着门口这。孙宅，孙到他们家门口了。嗯，这哎啊，我得进去。你得进去，我可不能骂着过去。哎，对，对不对？你卷着过去。什么叫卷着过去啊？迈着过，迈门而过不能。迈门而过，骂着过。迈门而过，有那么一个藤语吗？哎、什么？嗯，什么语？我无所谓，哎、反正就我就无所谓了。帮忙，我就敲门。是啊，你还别说，打里边出了一人。嗯，他的小媳妇儿。我，你等，还小媳，我几个媳妇儿？啊，你看，小媳妇儿，我给大伙儿讲解一下吧。啊，你说吧，我都不明白，你跟我说说吧。说说吧，你说说。孙悦这一辈子啊，啊，怎么样？这个婚姻特别的坎坷，真的。我坎坷。他一共娶了四个媳妇儿。哇、哦，真美啊！第一个怎么样？是他八岁的时候结婚了。我八岁的童养媳。哦，童养。他那会儿八岁。是。他媳妇儿岁数也不大。是吗？47还是46？哎呦嚯！没太大了，这个。过不下去了。哎、废话。就上那个民政局离婚了。哎呀呵，民政局管童养媳的事儿呢。后来第二回又娶了一个，又娶一个，也很白净，是啊，也很贤惠。哎呦，当然了，后来就让他师兄弟给领走了。我们过这个。第三回、嗯，第三回也不错。也不，你怎么都知道？我听说了。哦，您听说了。长得也很白净。都挺白净。啊，也很贤惠。哦，头发也挺长。头发挺长，你比划哪儿的这是？头发挺长，比划这儿啊。头发也挺长。哎，哎呦呵，好马尾巴似的。挺长。嗯。长得好看，结婚吧。嗯。入洞房的当天晚上。怎么样？他嗷唠一声，他就出来了。为什么呀？对方是个男的。哎，哎呦呵。这像话吗？没有。最后这个小媳妇儿啊，是一个下岗的香港小姐。哎，我的真的得多寒碜呀！那这刚17岁。哎呀，长得漂亮极了。哎呦，啊，北京有这么一句话，长得那是又狗狗又丢丢啊。哦，又狗狗又丢丢啊，嗯，特别的漂亮。是是是，我一敲门呢，
小媳妇打里边出来了。你嫂子？哎，边走还边唱。啊，还唱啊。爱唱是啊，唱起来好听啊，是吗？我给您学学啊，您学学，这么唱的，学学我媳妇儿。淅沥沥沥，把门开开，哗啦啦啦，又把门开开开，门啊来，原来是岳秀才，岳秀才。啊，哦，我不姓岳吗？哦，你还秀才，啊，嗯，看见我了，是他媳妇看见我很高兴，是啊，要跟我说两句，说什么呀？嘿，这小姐都这样，我是下岗的香港小姐，你承认了吗？我这不捧着你说吗？捧哏的嘛，是不是？去你，我鞠躬下台去不去？看见我了。你要跟我说话。哎呦，笑什么？你不笑谁笑啊？我这不在表演吗？您好好来啊，规矩点，这直播呢，这。哦，对，直播，这管他那个呢，不要脸了，讨厌。我媳妇儿，缺德。哎。老不来了你，啊，人都想你了。哎，这行了，什么话这叫？要跟我说话。啊，老不来了。我一瞧这个嫂子怎么这么没溜啊？我逗你呢。啊？嗯。她跟我没溜，我能跟她没溜吗？啊，你可不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您说。老嫂子比母，小叔子是儿啊。对对对。咱得规规矩矩，一本正经的呀。规矩点啊！我得回答她呀。好好的。最近忙嘞。这不是改技工了，最近忙着。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啊？美的熏缝了，这是怎么了？这是一种调侃。没，你调侃我们家干嘛呀？还调侃？这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没有，你不太了解。下三滥的劲儿。那行，那就别揉了。最近忙呗。哎呀，好忙什么呀？你怎么样啊？最近生意好吗？怎么说话呢？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啊！缺德你！哎呦哎呦！你快进来吧！这都让屋来了。我信，今天是我是第一个客人。进来吧。进来了。我就跟着我嫂子进去了。是。啊，进去我心想，无论如何我得问问他在不在家呀。啊，你得问问我呀，是不是？啊，赶紧问问。问问。我说，嫂子。啊。阿孙在家吗？哎，你等等吧，还阿孙呢，让我辈儿太小了。这个不是你是不是平时喊我阿月？我叫阿孙，像话吗？阿孙在家吗？他俩是凑一个名字，你说。嗨，哎呦，别提了。怎么呢？喂王八了。哎，你等等，你刚来，我喂谁去？什么叫喂王八了？啊？什么意思？啊，不是啊，上老魏家忙活去了。上魏王上老，这连骗子嘴啊！这个上老魏家忙活去了，说清楚了。我一瞧，啊，老孙没在家。哦，老孙没有。好，怎么样？好啊，我再问问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啊，你问问吧。好，嫂子。嗯。哎，老母亲在家吗？啊，我妈。老母亲在家吗？嗨，上房了。哎，嚯！把我吓坏了。这什么呀？我妈这猴是怎么着？是吗？哎，什么？什么叫是吗？你妈是猴啊？你妈是猴？你会不会聊天啊？啊？你问你大哥是猴啊？我猜就这句，没听说过。什么叫我妈上房了？在上房屋待着呢。上房屋啊？说清楚了。我一瞧，在上房屋待着呢。啊？那我就去瞧瞧去。瞧瞧。好长时间我都没来了。是。我去瞧瞧老母亲。你得去拜访拜访。我说嫂子，我去瞧瞧老母亲。嗯。转眼我来到上房。是。梆梆梆一打门，里边肯定是有人。有人。有灯光。哦。啊！我推门我就进去了。进吗？我进去一瞧，看见他母亲了。啊。鹤发童颜。嘿，真是，这个腰瓦啊也不弯。嘿。背也不驼。是。眼睛还不错，保养得好啊！背对着我，是在那看书呢。哦，好学习，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哎呀哈，别看这书了，
行行行行行，别看了，怎么了？哎呦呵，您这就别看了。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啊，没法看。把书本一合，是放回原处。哎，换一本插图版的。哎，行，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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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吧。没有看这个，他不认字啊，光看画啊，像话吗？真不错啊！哎呦，行了，那老太太营养够大的。我一瞧老太太看这个，嗯，我别让她看了，别不能让她看，跟我聊聊天吧。对，跟你聊聊天。我怎么着也比西门庆要强一些呀，啊，对不对？跟你聊天还不如看那个呢。我说老太太，嗯，你好啊，啊，老太太，我，老太太一扭头看见我了，是啊，要跟我说话啊，得说话呀，讨厌。缺德，哎，那么老不来了你，哎呀，你干嘛去了你？行行行行行行，老不上我们这儿来了。老不上哪儿来，都是一家子什么毛病，这个让惯了人了是怎么着啊？我一瞧老太太还挺客气。没有这么客气，我说我最近比较忙。哎，忙啊，虽然是我们没有最近这一个来月没有上班，但是呢我没上班，你忙什么？我出去玩去了。哦，玩啊。嗯，老没看您来了，不好意思啊，老太，您身体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啊？挺好的。嘿，你坐这儿吧。啊，我给你倒杯水。是。老太太再一扭头，我发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她后边有一卷儿。卷儿。卷儿上面带着一朵小红花。小花。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啊，我妈的好日子。哦，那天是你妈的好日子。对对对，那天是你妈的好日子。你妈的好日子。你妈的好日子。我骂花。好家伙，骂起来没完了是怎么着？骂街像话吗？谁骂街了？我妈的好日子，你母亲的好日子。哎，你母亲结婚。对，去结婚像话吗？这不是你说的吗？好日子不明白啊。嗯，生日。生日。哎，我一瞧今天是老太太的生日。对，我也别打岔了。怎么呢？规规矩矩跟老太太说两句客套话啊。你得说，因为我没带着东西啊。您孝敬孝。我说老太太啊，今天是您的好日子，嗯，是您的生日，我不知道。对，您不要挑我的理。嘿，啊，我什么东西也没带。哎，明年吧，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对，到时候，哎，行行，我多拿点东西。多拿什么？多拿也看不见了。周年像话吗？不是吗？明年生日再来。哦，对对对，周年干嘛呀？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忌日。哎，一样。明年的今天我就记住这个日子了啊！您好好的。那我都记住这个日子了，哎，我再来，是我看看您来，好不好？嗯。好吧，坐着吧，坐着吧。啊，我再给你斟点热的。哎，倒茶。我们娘俩正聊着呢，啊，就听外边来人了。来人了，她三位姐姐。哦，当然了，这三个姐姐凑到一起可是不容易。怎么呢？大姐嫁到延庆了，嚯，哦！二姐嫁到密云了，哎呦，三姐嫁到平谷了，都支援郊区了呢。三个姐姐凑到一块儿了，啊，我一瞧赶紧让你屋来吧。是吗？再说了，三位姐姐手里头没空着。怎么呢？都带着东西呢。哦，带着寿礼。嗯，大姐牵着两只羊。嘿，二姐递了两只鹅。哇，三姐拿了两只鸭。是吗？赶紧出门迎接。快去把三位姐姐，我说三位姐姐啊，你好啊。啊，您来了。来了。三位姐姐看见我了，啊，要跟我说话。得说话，要跟我聊天。笑什么？讨厌，笨话，缺德。行了行了，甭说老不来了你，哎，怎么说话呢？哎，是你不来，是我不来了。哎，好啊，老太太好些日子没看见你们仨了。嘿，进去吧。嘿，外边怪热的。哎，怪热的，快点。哎，慌，等不得了是怎么了？把三位姐姐让进去，娘儿四个在一起聊天。是，我在旁边站着，我站了没有一分钟啊，就听外边汽车响。我来车了。哎，整停在你们家门口。是吗？这是你们家人呐。啊，出门迎接。哎，得迎接一下。打开门一瞧，我一瞧，呵，啊，大车，大车，十三开门的凯迪拉克、奔驰、宝马，差点没把我吓疯了。哎呀，怎么这么大车？没听说过，到底什么车啊？这是？啊，攒的，啊，攒的，我十三开门，攒三百上了，是怎么了？啊，像话吗？十三个大车呀，太大了，那车就跟开过来一溜小平房一样。哎，这好，我心想这哪拆迁呢？哎呀，没听说过，我们家住轻轨边上了，连锅端都端过来了。啊，连锅端啊！我正瞧着呢，又打车上下来一人。是吗？啊，穿金戴银，穿了一个红色的旗袍。旗袍漂亮极了。哎呦，又狗狗又丢丢啊，又来了啊，长得跟芙蓉姐姐一模一样啊。哎，那就别丢丢了，那
漂亮极了。哎呀，我赶紧出门迎接。是吗？我一瞧这谁呀？啊，我不认识啊。不认识。问一问。得问问。我说这位女同志，嗯，您是哪位呀？哪位呀？女同志说话了。说什么呀？讨厌。哎，这我一瞧这你们家人呢？哎，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家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我说别这样啊。啊，别哪样啊？别这样。我是个好人，知道吗？哎、好，我们家不是好人啊。你谁呀、啊？你是哪宅的小姐呀、啊？那哪宅的小姐？臭不要脸！还哪宅的小姐？嗯，我姚宅的小姐呀、啊哎。没有。姚宅像话吗？你妹夫不姓姚吗？怎么嫁这么一人啊？这姚宅的。你妹夫姓姚。那就是我姚宅的小姐呀、啊。哇，引以自豪了还？你看了吗？姚宅的小姐啊，哦，您是老妹妹吧？嘿，呵，几年不见，长得又漂亮了啊！是啊，来进去吧，进去吧，里边人多着呢。嘿，你也说了，嗯，里边人多着呢，咱们别在里边聊了，怎么就在外头吧？哟，咱在这儿聊。当然了，这儿是热一点，是不过没有关系啊。怎么样？咱们在这，我这有，像话吗？有这么掀起来干的吗？啊，它不是热吗？热也没有这样的呀。我也说了，是啊。热呀！啊，啊啊！哎，干嘛呢？我这眼睛看什么呢？这是，热也别掀了。哎，哎呀，你们这个思想啊，就冲你们，我们这也录不了。我告诉你，脱了，哎，脱了，像话？要不先别转播了啊！哎，刚才就关了，我看。进来吧，嗯，进来待会儿吧。姐儿四个到齐了，是。老母亲很高兴，是啊。就这会儿功夫，大姐说话了，说什么呀？今天是咱老母亲的好日子，嗯，咱老母亲的生日，这样吧，咱们每人呢说这么几句吉祥话。哦，恭祝老太太生日快乐。好，哎，我是大姐，嗯、我先说。您说，以什么为题呢？以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哦，寿礼。嗯，我牵着两只羊，我先说啊。好，大姐说。今天上寿两只羊，嗯，炕上坐着有寿的娘，是，待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富贵绵长，富贵绵长。好，你母亲很高兴。是啊，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我妈这干嘛呢？这是高兴啊，高兴这样。干二姐了啊，二姐提了两只鹅，二姐这么说的。说什么呀？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着有寿的婆，待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富贵三多，富贵三多。你妈很高兴。是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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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兔爷，我妈是。该三姐了。啊，今天上寿两只鸭，炕上坐着有寿的妈。嗯，待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妈富贵荣华，富贵荣华。好，你妈很高兴。对，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家人毛病，这都是。该老妹妹了。嗯，老妹妹说了，我拿两只鸡。哦，两只鸡。哎，在后备箱呢。哦，后备箱。我一会儿就拿过来。是，我说说啊。说说。今天上寿两只鸡。是。炕上坐着阎婆惜，哎，阎婆惜不是，炕上坐着陈冠希，没有，像话吗？炕上坐着有寿的，哎，待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寿比天齐，寿比天齐。哎，对对对，你妈很高兴啊，对对对对，谢谢，哎，好，可洋范儿了，谢谢谢谢谢谢，又回来了，嗯，姐儿四个说完了，是，在一起聊天，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是是是，他们几个在那聊天。我心里琢磨了，怎么呢？我别聊了。为什么呀？我不是你们家人呢，我干点活去。干什么活啊？我做饭去。哎，这对，是不是？是长寿面。对，他做面条，做面条，擀面，做点饭。当然了，那是你们家地形呢，我也不太熟。是啊，我领一个人上厨房。领谁啊？你媳妇儿。领我媳妇儿。做面啊。我喊他媳妇儿。我喊。哎。哎，哎，还走，走，什么叫哎还走？喊嫂子，喊嫂子，嫂子，行，嫂子，喊清楚了，嫂子，走，我跟做贼的似的，怎么？行了，什么就行了，快走。他媳妇当时木讷了，废话，知道你干什么呀？干嘛呢？干嘛？哦，走，这明白什么了？这么高兴啊？这是？什么明白什么了？啊，做饭去啊！不好，你的模样可不像做饭去啊！
做个饭这么高兴啊？这个，那这模样算像干什么呢？就做饭去。嗯，甭问我啊。他也信。哎，做饭。哎，废话。上厨房。嗯。哎，我们先奔卧室。啊，先到了卧室。哎，你等等，你等等，你做面先奔卧室干嘛？你们家的房子盖的缺德。你什么叫缺德啊？得先进卧室才能到厨房。先进卧室才能到厨房。嗯，我这缺德房盖的。这什么碗谁盖的？这是当然了，往熏着都不怕。我们在卧室没有逗留。啊，你敢逗留啊？你直奔厨房。你快点吧。你到了厨房，窗帘一拉，门咔一插，拿一大缸咣顶上，然后脱衣裳。哎，别，我听这拉窗帘都不对。怎么拉？你做饭你拉什么窗帘顶什么门呢？我问你啊，别让我问住了啊。你问，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对不对？这房谁盖的？这是对不对？一会儿一炒菜一炝锅把老太太呛着怎么办呢？哦，你是为了标上烟出去啊？哎，你们就不怕呛着吗？我们会人工呼吸。做打卤面啊，可别屈锅啊，还人工呼吸还。那怎么的呢？你赶快做面 啊。行，这个窗帘咔一拉紧。哎呦，把门杠对上。就打开都。对啊嘛。打开吗？打开。行，走。这超插那儿打开了。打开了。这打开，别闹啊。行，别闹别闹别闹，打开吧。以后有的是机会，咔一打开。有的是机会。窗帘一拉开。哎呀，把门开开。是，衣裳一脱。对，哎呦，不要脸了，这都开开门把衣服一脱干嘛？这是换围裙呢。这换围裙非得脱衣服干嘛？你套上不就完了吗？行吗？啊，那可不行啊。那个哦，那么也能穿呢？你净光着腚穿围裙了，这像这话吗？这原来那么也能穿，拿着灯劈叉了你。行行行，把围裙一套。哎，我们俩开始在屋里忙活。哎，忙活什么呀？你说忙活什么？你说清楚了，忙活什么？啊，和面呢？这人思想就龌龊，我跟你说嘛。哎呀哎呀，我们俩这儿正忙活着呢，就和面呢。对，和面呢。哎，就听外边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嗯，谁跟谁打起来呢？谁呀？他的儿子跟他的母亲。这怎么能打起来呢？打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呢？啊，他的儿子人来疯。人来疯不怎么懂事儿。是，啊，今天家里几个姑姑到了，他很高兴，站在桌子上跳舞。跳舞啊，站在桌上跳舞没关系啊，他抱着暖瓶跳舞。哎呦，抱着暖瓶跳舞也没关系。是，把暖瓶给碎了。碎了吧。把暖瓶碎了也没关系啊，暖瓶里头有一东西。有什么呀？烟袋锅子。烟袋锅子。把烟袋锅子给碎了。哎呦，这是他母亲的嫁妆啊。是吗？他母亲最爱抽烟呢。哎呦，我妈把烟袋锅子给碎了，他母亲能不生气吗？哎呦，这是我的嫁妆啊。是是是啊，你给我弄碎了，有年份了。就是啊，四五年了。哎，你给我弄碎了。你等等吧，你等等吧，我没有抽的。他的儿子跑得快呀。是是，老太太后边追。我抽死你。哎呦我，你慢点儿。还慢点儿。小孩跑得快呀。嗯，最后他的母亲把他怼到一个墙角。怼墙角啊，揪着脖领子开始抽他。那边老太太就亲孙子下不去手啊。孙子。哎，有这么骂街的吗？谁骂街了？这不孙子干嘛呢？这是不是他的孙子呀？哎，不是，是他的孙子。你孙子，你别孙子，你这什么辈儿啊？叫你这有区别吗？你好好说，你这我听像骂街，叫孙子。哎，你算是解了气了。嗯，我抽死你。没有，亲孙子动不了手。我告诉你，下来，你告诉没有？我今天我要抽你，下不去手。我亲的没有打的。我你哪有打孙子的？打就火。好家伙了，孩子飞了。那还不飞了？两秒钟以后，哎呀，孩子落下来了。哎呀，再向他的母亲是拿一小棍咔接住了。哎呀，这不要我诱惑，往地上一摔，打打打，哎呀，一顿猛踹呀。猫和老鼠看多了呢。哎呦，行行行，
踹碎了。哎，踹碎了，快碎了，快碎啊！哎呀，七窍流血呀、啊！哎呀，都不会哭了。是啊，还生气啊？哎呀，那这都快弄死了，这都。三分钟以后，啊，孩子哭出来了。哎呦，哭出来就不易了，这孩子一哭，他媳妇听见了，听见了，就坏了，坏了，孩子哭了，哭了，快赶紧穿，赶紧，干，你等等。赶紧穿什么呀？这是？哦，对对对对，我说错了，说错了。啊，赶紧换，啊、赶紧换，把围裙换下来。啊，对对对对。啊，出去了。哎，出去一瞧，老母亲在这生气呢。哎呀，孩子在地上躺着，哎呦，满脸是血。是，心里琢磨了，肯定是孩子淘气呀。淘气了。我骂孩子吧。嗯，不像话。怎么了？已经浑身是血了。哎呦。啊，我骂老母亲没有，也不合适。对呀。我怎么办呢？怎么办？他很聪明。是。他唱上了。我媳妇唱啊，唱了几句，唱什么呀？词儿可是埋怨老太太的词儿。哎呦，这么唱的啊？怎么唱的？忽听外面乱嚷嚷，不由得奴家心里慌。来到外面用目望，婆婆你不该把她伤。哎，他怎么一唱？是他母亲听见了啊？哦。把我烟袋脆了，还埋怨我。是他妈一生气一着急，也唱上了，也唱，唱的是新六评剧。哦，评剧啊，唱的好听啊。您来来，我给您学学啊。是是是，正是你呀，怒气发，开言骂声小冤家，打坏我的烟袋，反倒把我埋怨呐，活该你这辈子呀，嫁一个王八。别唱了。